演熊大巨蛋案重送件，柯文哲不动摇，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演熊巨蛋公司重送都审文件，大巨蛋复工有新进度。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六日重申，他不会因选举而改变政策，心中已把进度表拿掉，如果会过就是会过，接受社会检验。柯文哲表示不会因选举而改变政策。图中央社。柯文哲下午出席象山青山步道夜间生态解说导览活动，开始前接受媒体访问。他说，他与市府团队在大巨蛋案坚持许久，不会因选举即将到来就改变政策，公开透明，合理合法，不会故意刁难，也不会放水，表示很多人张大眼睛在看此案，不可能不审查就发现照。柯文哲表示，他就是因为没有选举考量才撑这么久，他心中已将大巨蛋的进度表拿掉，否则一直想入进度表，行为会变得很奇怪。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继续撑下去，依照原则来走。他说，大巨蛋审查如果会过就是会过，接受社会检验。远雄今年2月27日挂件申请提送第四次，变更设计至都审委员会审议大巨蛋案，都发局依远雄申请在3月12日发送都审委员会开会通知单。在4月3日召开都审委员会，演雄3月19日发函申请审议会暂缓并展延90天驳回，因而撤件。柯文哲心中已将大巨蛋的进度表拿掉，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图中央社。针对国民党及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批评他与网红拍宣导影片是做个人行销，国民党籍市议员王宏威也指其投入网红行销的预算达新台币567万元。他说，没有多编列宣传预算，只是看用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而随着时代改变，重心会逐渐倾向社群媒体。王宏威指出，柯文哲与网红合作的影片所需费用为10万元以下，等于不需经公开招标。柯文哲说，网红价钱比较便宜，要10万元以上比较少，报纸买广告都要50、100万。演熊巨蛋公司重送都审文件，大巨蛋复工有新进度。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六日重申，他不会因选举而改变政策，心中已把进度表拿掉，如果会过就是会过，接受社会检验。柯文哲表示不会因选举而改变政策。图中央社。柯文哲下午出席象山青山步道夜间生态解说导览活动，开始前接受媒体访问。他说，他与市府团队在大巨蛋案坚持许久，不会因选举即将到来就改变政策，公开透明，合理合法，不会故意刁难，也不会放水，表示很多人张大眼睛在看此案，不可能不审查就发现照。柯文哲表示，他就是因为没有选举考量才撑这么久，他心中已将大巨蛋的进度表拿掉，否则一直想入进度表，行为会变得很奇怪。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继续撑下去，依照原则来走。他说，大巨蛋审查如果会过就是会过，接受社会检验。远雄今年2月27日挂件申请提送第四次变更设计至都审委员会审议大巨蛋案，都发局依远雄申请在3月12日发送都审委员会开会通知单。在4月3日召开都审委员会，远雄3月19日发函申请审议会暂缓并展延90天驳回，因而撤件。柯文哲心中已将大巨蛋的进度表拿掉，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图中央社。针对国民党及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批评他与网红拍宣导影片是做个人行销，国民党籍市议员王宏威也指其投入网红行销的预算达新台币567万元。他说，没有多编列宣传预算，只是看用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而随着时代改变，重心会逐渐倾向社群媒体。王宏威指出，柯文哲与网红合作的影片所需费用为10万元以下，等于不需经公开招标。柯文哲说，网红价钱比较便宜，要10万元以上比较少，报纸买广告都要50、100万。